喜欢吃酸辣白菜，但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吃。白菜用脚撕成块，碗中放两勺生抽，一勺陈醋，一勺蚝油，盐鸡精，白糖，一勺淀粉，加水搅拌均匀，牛肉葱蒜小米辣炒香，放入白菜翻炒变软，淋入调好的料汁，大火咕咕两分钟，加上鸡蛋即可。